这一生遇到这个缘分，你有机会在这一生永远脱离轮回，永远脱离十法界，这个机会多么难遇啊！真正是开经偈上所说的“百千万劫难遭遇”，我们遇到了。 彭基先居士讲：“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，我们碰到了，遇到了，又遇到在现前这个社会，地球上灾难这么频繁，在这个时候遇到的。” 我们感到莫大的安慰呀！这个时候遇到的这灾难什么时候发生？没有预兆啊！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在这个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安全感了。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心定了，心安了。为什么呢？ 到极乐世界去的时间到了吗？这是十方许许多多菩萨梦想的一桩事情，他们没缘没遇到。 我们能够理解，他要遇到了，毫不怀疑，立刻就抓住。地球上这些灾变。 对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人来说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它让我们高度的警觉，念念呢去向。 一向专念的目标，提醒我们念念不离阿弥陀佛。现在就不离呀！用清净心、平等心。 正觉心来念佛，把这个世间拉拉杂杂的全都放下了，连身体都放下了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这样的人才能决定得生。